这段时间电视剧《欢乐颂二》正热播，然而6月4日晚，该剧完整版全部55集已经出现在网络上，而且还堂而皇之带着审查样片的字样，可见《欢乐颂二》和此前《人民的名义》一样遭到了谢片盗播的厄运。对此，该剧制作方正午阳光影业于6月5日下午发布打击网络盗播的严肃声明，文中称近日网上已经出现大量《欢乐颂二》盗播片源，并在多个平台进行了较大范围的传播，对于恶意侵权行为，公司将不遗余力追查到源头，绝不姑息。此外，电视剧《欢乐颂》官方微博也在转发声明时写道，感谢各位积极举报的热心网友，希望大家共同抵制侵权行为，再次感谢各位对《欢乐颂二》的喜爱与支持。